我今天接到个电话，翠花说她想玩耍，我开着我的蓝宝马就直奔翠花家。我载着我的蓝宝马，我的心里想着我的翠花，屁颠屁颠到她楼下，我大喊一声我来啦。啊啊啊，翠花你该在化妆吗？啊啊啊，你赶紧下来去玩耍。抱歉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